你们那边先下去，水先小一点，谢谢你们，水先小一点。哇，叶片毛了，叶片已经那个了。对，你们要不要先拿起来？ 先拿起来，好的。先拿起来啊！对，等下水，因为现在它是。等下水小的时候。哇，猫了一片。拉起来，这边先放，它这里放到的。来，拿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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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的叶片要调整吗？叶片要不要调整？还是这样可以？接不到线了，喂。线，哎，你看线条松开。 很像你下去那个，也不是哇，一群宝宝，他没有松开啊。那边有漏到，是不是？那边有歪掉，那边有歪掉。陈俊文，放下去。你要下去挑吗？你们要？你从这里啊，你从那里。那要拆掉，还是要拆掉？拆掉，拆掉嘛，先拿。抓住，抓住。我们起来，这里吧。不是，他的。那边，这边，这边有法进去。好。 过来了哈，再拉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再往那边放。猫了吗？你那个叶片那边有点猫了。这边也下，这边有下，这边有下。哦，你要从那边钻过来。你们再一个下去吧，这边有，先你。他们下去，然后把它捡了。先拖旁边就好。你那个你后面的同学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还是你必须在后面？这边这个下去，这个下去。 从那边，从那边，从那边。是脚，鞋子，鞋子，我把手举上。这边可以下，从这边，从这下比较好。嗯，好意思，对。这边拿擦你的基础就好了。踩你的基础，踩你的基础就好。把它画掉，你要是想遇到，小心脚哦。好，两个了哈，一个叶片，叶片把它弄掉。叶片就好。原来那边就很难走，很难踩。转，把它转上来凹对不对？ 要小心一点啊，然后这个稍微转，然后不要动，你知道吗？要拉起来一点。哎，那个陈俊，先不要让他转，后面不要动哦。好，不是拿那个螺丝，不要拿。不要拉他转，他是很松的，他已经后退。拿电钻，拿来把它转紧。那个陈俊啊，不要让他转，你装那一只手，对，强度调好。 角度没调，哎，角度没调，哎，角度没调，哦，你角度没调，哦，你那怎么看到的？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啊，他后面有没有？那个放松，右手，他已经松掉了。对，那已经锁紧了，那个板子，因为在弄，那个板子要靠过去。那个板子，因为这边我会，就是那个脚，因为等下力量来的时候，这里会，那个脚是有很短，断掉它就没有了。哦，好，来那个，等，方经理坐着，快点，敲。 敲过来，敲过来，敲过来，往你往你的左边那个，对对对对对 ，OK 好，对，像正，你正的话怎么下？对，这样才正，你们那个。对，好，那现在水位要加强吗？好，水位抬高，水位调高。水上来的时候就断了，来高点。水位要高了。哎，高。水位再高一点哈，水位再高一点。 水位再高一点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哦。还要再高吗？还要再高吗？这样可以了吗？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好，先这样，谢谢，先这样子哦。我们看到现在呢，没有加负载的时候呢，现在的电压是65。电压65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现在加第一个加那个加负载，加负载之后，我们看到那个电压是1.2。 1.2，电流是0.3。
五。0.35。好，电压是1.2，然后电流是0.3。0.35了，同学们，刚刚有看到哈。好了，我们给刚刚最高的0.35。好，那那个同学有要再调整吗？还是啊？好，那所以你们要拉起来再调整，还是要？好，可以好。那个不要水太饱了啦，水降一下，水降一下，好，水降一下，我们要请水降一下哈，让他们把这个基础拿起来，他们要再调整，大气高就好，我们再给你们有一次机会调整哈。那现在感觉的电流，不要再加，不要再加水，不要加水了，你这样大概是最大的，你水再加上去，自己就回来。好。他一定受不了了，他一定太棒了，受不了，你怎么就回来？所以我们就大概是这样，这样是最大的。你再加大水量，所以我想说先把它固定起来。那你的容量就这样，你的液体的容量就这么大了。那你的容量对了，我是建议这个功率比较 OK， 这个功率的。那我们先暂时的试试。好，先暂时目前再试试好了。OK， 如果有要，我们再过来。OK， 好。